the machine life sealed. 念来玩石器时代世界，哇，这次多了好多小伙伴，而且他们这次也有好多的不同的造型。这个女生在跳舞哎，所以右边可以选择表情。哦，她生气。哦，这个是头发，不同颜色的头发。哦，还有不同角色。哈哈，她好凶。哇哦，是什么？哎，怪多呢。哇，这好可爱啊！怎么每个都在跳舞？哎呦，这是小只的耶，什么男生啊？刚才有哦，这个好。这样我看看，所以就这几个角色，选他好了。表情用哪一个？哎，这个好像不错哦。呵呵呵呵，这个好了。来输一下名字。所以一开始推荐是家家村，我们去玛丽娜斯村好了吧，海岛，左下角的海岛，开始冒险 ，Go。哦，坐飞龙过去。让我想到魔兽世界，宠物飞过来了，哇哇哇，躲在我后面，要开打了，这么快，不想挨揍的话，让开哦，看起来很强哎，是什么 RPG 哦，啊，开始战斗了。看一下第一回合怎么打。我没有把它藏起来，是它跟着我啊。用这个攻击拯救宠物，攻击对象。OK， 按 Next。哎呦，哇，72滴血，我怎么打一下就挂了？战斗胜利啊！这是凯比啊，竟然一下就打倒了，真是太强大了。好多玩家哦，难怪刚才一直进不来。哇，第一张冒险开始，先跟他对话哦。所以我现在要去，哎，获得了，哇，升级了 B 级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人已经在骑狼了？小美的丈夫。哇，好大一只恐龙的头哦！先领取一下。虽然个人不是很喜欢自动跑的游戏，但可爱的手机游戏应该是还好了哦。然后我们那个接一下主线任务。哇！好准哦！到底是狗还是象牙？看一下哦，它是我要升级，要喂它吃肉。再次冒险。再次跟村长对话。哇，它的嘴巴怎么回事？哇，安装小斧头，哇，帅哦！他走路是这样拿的，他骑在星星上面，那怎么做的？不是今天才开始吗？为什么他们升级那么快？路德，请我帮他把摩卡找回来。哦，你去找摩卡。哇，为什么有机械暴龙？这是剧院吧？这个不想挨揍，他老实点哦。看起来好凶哦。
让。哎呀！哇！这样不公平啊，四打二。属性相克的情况，属性有利，属性不利哦。那你去抓他，攻击力比我还高啊！哇，这什么？还尖叫就帮我补血，活力充满后可以使用技能。技能。哇！太强了。摩卡是一只小恐龙的，救他一下。哇哦，他喷火，我是不是要抓他、啊？放下去了。这可不太妙，要抓他是。哎，辅助一下。这回合内抓到，不然会失败啊！先发动攻击一下，打他，成功率提高，因为他受伤会增加那个捕捉率。那石头丢他好了。69%，应该有机会啊。只用绳子比较快啊。那我是这样。A 级的。Anyway， 我们的套装有哪些啊？这是什么？绿侠，我的舌头被夹住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 ？Peter Pan， Peter Pan， 还有小精灵啊、哦，魔法师，可以使用火球吗？应该只有造型吧。克珠啊，是蜥蜴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探险队。球员，哦，僵尸，还有什么啊？好多造型哦，我就知道氪金就是了。哇，100块，那个钻石，什么刺客？核心零件，制作机械宠物的，哇 ，Anyway， 要有限制购买次数就对了。OK， 这个游戏就要到这边，喜欢按个赞，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